上锅。西红柿是你切的吗？不是。不是，我来的时候他就已经这样了。他只打了蛋。但是我也可以切的，我也可以把西红柿和蛋放在一起，然后翻炒，是吗？可以，这也体验过，知道。快点，我也可以切成这样。你不要影响厨师心理，让我出焦了。哦，好吃。那加糖吗？咸的，其实我以前的话是知道。直接倒这个盘子里吧。这个吗？啊、哦，对啊。今天所有人说话都嘴瓢。今天为什么呢？哦，突然好想吃糖水蛋。来自大唐州大唐，又是糖水蛋，又是小木屋。